morning. Good morning. Good morning.啊，我看到了车厢上写着 China Costco。这么陡，怪不得那些人都用登山杖，这边也太陡了吧。又发现一波人啊，两个人。Hello. Morning. Good morning.看见这个两条划痕了吗？这个就是刚才那个人用雪橇走出来的。然后像边上的这种是那种专门走雪地的那种一个鞋，他们走雪地的那种鞋，他们就愿意在上面走，因为在上面走它很松软，也没有阻力。刚开始的时候特别冷，然后我刚开始手都冻没有知觉了，但是现在你看也不用戴帽子也不用戴手套了，现在一点也不冷了，所以出来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。现在我决定就是往右边这条路走，因为右边这条路呢它还是通向密林深处，而另外一边路它往前走就会走到一条马路上了，所以我要往这个密林深处走，然后环一圈，环到最初的起点。我估计这个长度应该在5公里左右吧。这个小弯弯的树特别好看，如果画出来会特别有意思，有点像，等一下啊，我离远看一下，有点像梵高笔中的树，弯弯曲曲的。一会儿我可能就从这儿走，以后顺着山的另一边回去。我估计这个地方可能是拦着不让进去的，因为下面可能是悬崖什么的，但我还是要进去看一下，看一下下边是河，然后有人，好像是那个滑双板的那个朋友，他从这边滑过来，有可能他是从这边过去，然后从上面回来。这个队伍很壮大。
我觉得大自然特别特别美，特别特别美。它的宁静也是一种美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动物的尸体。哦，还有血。这个角度是最美的，因为这个上面都是参天大树，然后最远处有一束光芒射了进来。我觉得这儿秋天、春天也会很漂亮，到时候还要再来一次。现在我就到了这个 trail 的折返点，就应该往回那边走了。哦，那边有几个人，我看一看路在可以从哪儿过去。哎，我现在走的地方越来越深了，这好像不是正常的那种路啊。哎呦，这跑哪去了？这是动物走的路，这还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东西？哦，发现了一个特别特别小的松鼠。我说刚才嘶嘎嘶嘎磨牙的动静，就是它弄出来的。我现在走的有点蒙圈了，也不是蒙圈，就是应该过一条河，然后从另外一条路绕回去，但是现在没看到什么河，我只好边走边打 Google Map， 边看 Google Map 怎么走，然后再走过去。肯定是要过一条河。这是什么一个球？现在呢，我看到那条河了，哇塞，有没有搞错？看我的脚，这儿，哎呦，你看，不一小心，一不小心跪了下，跪下去了，哇，这儿的雪好深呐，这儿，哎呀，这雪真的很深，它那个公路呢就在前面，我是不是要到公路上去走？但公路好像很危险，算了，在这走吧。哇塞，这么深！不好了，我脚鞋里已经进雪了。
哎呀，这是深一脚浅一脚的，而且很糟的是今天我换了另外一个背包，我另一个大的那个背包里呢装备比较全，还有袜子，现在有袜子要是湿了就糟了，就没有换的了，还得往那边走。现在到了这个有人走过的路了，所以就没有那么厚雪。现在我改变主意了，我不走那个路了，这个地方有点危险啊，只能穿越到这儿。我决定走远一点，然后再折返，不从这儿折返。如果从这儿折返的话，就是去那边往回走就可以了。我决定再往前一走，再往前走一点，然后再折返。其实下面这个就是一条河，就是河，现在已经冻上了，所以还是不要在下面走，还正常的走吧。但是在河面上有一个老头，他在干嘛？我去看一下，他在好像在滑雪还是滑冰，然后后面拉了一个什么车。我现在去看一下，这个人呢，他在哇，这个雪。这个河面上的雪也很厚，他是在踩着双板在上面前行，然后后面拉了一个车，前面就是一个另外一边的停车场，但我的车不是停在这边，我停在另外一边，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折返点。我是从这儿，现在走到这儿，准备往回返，但是呢，看这个地图来说呀，这整个的一条 trail 很长，我现在才走了这么远，所以我决定还是要往前走，走到这个停车场，然后再从这个地方，这好像是一条路，反正我准备走到这儿，然后再折返回来。就是一个基本一个比较全，就差上面这一点点。我刚才路过了一条河，然后我现在这个雪太深，只能按照别人的脚印来走。他们从上面往下滑，玩这个运动挺有意思的。我是从那个坡爬上来的，哇，累死热死，就是刚才他们滑那个雪梯的时候，就那个路
我是说这个上来的。上来十分钟，滑下去十秒钟不到，但是特别好玩啊！哎呀，好累呀，歇一会儿。看我发现了什么？哎，一只冻死的小老鼠。山顶上的风比较大，下面的坡度非常陡，非常的危险。啊，这个地方可以不用走路了，直接滑下去，滑下去就可以了。就是我刚才过来的这条路，在谷歌地图上居然有显示，这是一条去路，一个人也没有。所以在用 Google Map 的情况下是走不丢的。我现在的计划呢，就是按这条路回去，但是在 Google Map 上有这条路，但是没有人走，所以我只能，哎，自己走了。这儿的雪很厚，都能没过膝，快到膝盖了，所以很难受啊，走这种路。哎，这儿真的是没有路啊。这些只有动物的脚印，没有人走。其实这个是一条 trail， 然后那边是一条河，然后沿着这条 trail 往那边走就能回去了。现在我只能一个人探索着这条路。这是一只老鹰吗？刚才我查了一下 Google Map，
上面告诉我，上面突然多出了一个提醒，告诉我说，上面所指的路况不一定反映真实路线。他这个 Google Map 也知道这条路已经没有了吗？已经被雪埋掉了吗？哎。真是深一脚浅一脚，不知道下面是什么。哎呦！哎呦我的妈呀！这哪有路啊？我怎么走啊？我是从下面上来的，现在我终于找到真正的 trail 了，就是 Google Map 上的。看到前面这条公路了吗？我现在就在公路的上面，很高很高。现在我到了一个拍照的地方，就是一个制高点，可以看到下面。现在我上去。我现在走了将近3个小时吧。终于回到车的地方了，哇，这个好久没有这么大强度的一个运动了。现在我的前脚掌已经没有感觉了。现在我就在这个多伦多第一猛鬼街，就是 Old Finch 这座桥，这个 Old Finch 上，然后现在前面就是这座桥。只有单线，只有一个车能通过的桥。据说呢，我快速的讲一下，因为你等红绿灯。据说有一个母亲带着这个一个她的亲生女儿，晚上来这座桥，把她女儿在这个桥上把她女儿给杀害了。所以说到晚上的时候，如果正好那天是她这个女儿的生日，如果你晚上的时候12点的时候唱在这个桥上唱 Happy Birthday 的生日歌的时候，会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，就是这座桥。